他就带孩子去那个游乐场那个地方玩，他有一个这种项目障碍跑，得有100米吧。他喜欢跑和跳，喜欢挑战。如果孩子喜欢这种拓展方面的运动啊什么，我经常会带他去体验。后期看他自己发展吧，我对这个事件吧就顺其自然。